之前有上网投票帮我们拉票的人有没有？举个手。我刚想刚想哦，那就是很开心这首歌入围的那个台北调竞选专辑，好，因为我觉得班卡是最能代表台北，像我觉得每个城市的那种老城区都很漂亮，我觉得台中是中区现在没落，但是我觉得它有很多老房子是很漂亮，像可能那种房子在台南就很多人会进去开咖啡厅啊，做民宿啊，但台中这边就是放 window 啊，然后很怕之后被都更啊，因为就看到台中的那个。哦，那个自然景观，然后历史建筑越来越少，都是那种豪宅，然后办个音乐节会来靠北这样，然后警察就来关切。可我是希望那种老东西才最有味道，好不好？刚才每个人出国都说，很文青，我喜欢去巴黎的左岸喝个咖啡，然后回来就说，啊，老房子好丑，那搞不好追真罗马靠北干，那崇洋媚外干。好，然后看我们那个桌子上有挂两面旗子，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跟反核有关系，好、哦。这首歌有收录在不合作专辑，但后面那个绿毛的摊位有卖。如果你喜欢这首歌的话，和谐 ，Come on。Yeah.